2019年嘅第六题 ，OK， 咁同啱啱嗰题一模一样嘅问法系啦，咁就问啦，0.06557同埋0.06564 ，OK， 咁问翻我哋以下四个边一个啱啦？记住你睇咗右边呢度先嘅，佢话啦，准确跌小数点后两个位，但系而家有三个位系咪？咁所以已经错啦 A。后面啦，两个有效数字啱嘅，因为由最左边唔系零开始数。C 咯，准确至小数点后三个位 ，OK， 咁啊好明显错啦，系啦，因为呢度已经有四个位啦。到 D 咯，准确至三个有效数字，哦合理嘅，因为呢度有三个有效数字。咁我哋咧就完成咗睇answer 右边呢一度，咁去筛走啲唔要答案啦。咁跟住就真系望翻题目俾我哋嘅数字咯。咁而家咧就系0.06557咁样嘅 ，OK。看了 B 先啦，佢話咧準確至兩個有效數字嘅話，我哋會有0.065係啦。咁我哋由第三個睇起啦，即係呢個位五會進噶嘛，咁咪變0.066咯。咁所以啦 ，B 都已經錯咗啦，答案就唯有係 D 嘅啫。